哎，对对对，您看看第一摊，第一摊这一位，第一摊，第一摊的，哇，这个是帽子，我们看得出来是帽子啊，但为什么它哪里有什么不一样？哦哦，不是这样子的，这个牌子是你出的，不是不是不是，我跟你讲。我的毛病，我的症头很多，好，就是从头开始啊，哎哎，从头开始，有道理，就是怪怪的，脑袋本来就怪怪的，是是是，然后所以呢，就我觉得，因为头发黑色的人很难有很大的变化，帽子很重要，而且对女生而言，有的时候如果不想整理头发，刚起床赶着要出门，帽子戴上去，整个人就变得好有型哦，等一下，感觉好像精心设计过，这样好像就是一招，刚洗完头。对不对？没有吹，急着出门，吹来不及做整理。对，但感觉就是一顶帽子就好啦，不一样哦。它每一顶都有不同的生命力，是是是。它想要传达给路人的讯息是不一样的。他会讲话吗？不是，就是别人看到你的感觉也会不，讨厌你的程度也会不一样。快，有的亲和一点，比如说，而且这个端出来 Happy Birthday， 都是很蛋糕啊。哎，我跟你讲，那个有没有插一个蜡？有有有有。刚好真的有蜡出来了，对，祝你生日快乐！我跟你讲，他们家的帽子不是蜡烛，为什么？以你的逻辑，我现在慢慢等你。他点了会炸吗？不是，这是收讯特别好。